欢迎大家明年来看他们七月的第二个周休日，来看他们很特别的五年才有一次的进阶仪式。明年他叫什么名字呢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最后，我们请各位观众拿着你贵重的东西，请起立。
然后我们请巴嘎龙爱将你们的椅子收走，然后你们留在原地，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椅子跟东西，你们的贵重物品背在身上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把最后一个我们的孩子们要跟你们一起共舞，好，我们现在请孩子们一起下去牵着你们的手。